来摸给你看一下哈，你注意一下这两部手机啊，两部手机不同 account 啊，我们叫做手机一和手机二了哦。然后你看呢、这个是可以看到的 ，OK， 有画面的，对不对？看一下这部，它显示什么？它显示 No Authority， 对不对？要 get permission from administrator， 就是要 get permission from 这部。Okay, 我们先解决一下这部先哦，你看呢、我要怎样解决呢？我要把这部手机做成 admin 啊、这个只是 demo 给你看，我就来这边 setting restore 过后呢，你要选这个 app user 不了，这边全部你不要选了， app user 不了，选了你就按 OK， restore default succeed OK 了吗？对不对？ OK。现在我这部手机我不要动它先、你看到我不要按了，我按了它就叫我输入密码了、看到吗？ Become the administrator， 我不可以输入密码，我输入密码这台就是做了 admin 了。现在你看一下这台，刚才是 no authority 的，这台也叫我输入密码，对不对、restore 就是这样子 restore 了、那我要这部吗？我要这部做 admin 不了吗、我就输入888按 confirm， 现在我这台可以看了。OK， 现在来我们看这一台的时候，你看呢？来，我们先看一下这台。现在这台有画面了吗？对不对？看一下这台，按下去 No Authority 了，看到吗？因为它 Security 是很带的，哪一部手机先 scan 了这个？哪一部手机先 scan 了密码？哪一部手机就是 admin 了的？不然呢、人家随随便便可以 scan 你的 ID， 自己输入密码，那全部人不是可以看，对不对？你照着这样做不了。